我在农，我在农 G 六啊，还差一个百步穿杨就农完了，太疯狂了，太疯狂了，会吗？还好吧。农到 G two 我就觉得好累啊，反正农农一农都买豪华版了。哎、欸，你游戏收到了吗？还没吧？今天下午会到、啊。嗯，没收到。有那么快吗？嗯，应该有吧。这么快？好了，我开台了。开啊！你开喽！你开啊！我等下随后加入，打完这场。哎呀，吃不得！游戏收到了吗？有人说期待今天下午会到，从早上到现在都还没睡。按早上起床到现在都还没睡啊？有吧？真的，我也还没睡啊！我看看啊！我早上起床到现在，我也还没睡。这什么逻辑？好啦。开台了吗？应该有。今天就你们，哎、欸，今天就你们，我没有啊，卤蛋也在啊。哎、欸，靠呀，为什么枪要变回来了？啊，干嘛 ？Hello， 安安啊。有了，卤蛋应该开了。大家安，各位观众安。今天我们一样啊，今天一样跟那个卤六 Q， 还有这个皮啊，卤六 Q 皮啊，我们要一起要玩那个 GTA Online。当然啦，如果你要等下玩的话，你当然可以赶快找时间加入啦，加入房间。哦，更新欸，好想赚钱。你要赚钱啊？对啊，我很穷欸，我最想要的就是拥有一台自己的脚踏车了，好吧？脚踏车很便宜啊，看买不起啊我。好啦，我带你抢那个便利商店好不好？好，抢的钱全部给你啊。好，我刚才钱很多了。我先更新一下，大家不要急啊，不要急啊，这行急不得的，慢慢来。像现在游戏还有我还有老皮他们的声音，这样 OK 吗？应该是可以吧。我就觉得我自己声音太小声。喂，我这样声音可以吗？有没有都是大叔位的实况台，不喜欢吗？你们就是喜欢大叔这一位才看我们实况嘛，对不对？原来大家都喜欢大叔，有点小的。那这样，这样应该好一点。玩多久了？到现在连脚踏车都买不起，快帮帮他！救老残穷，动手就发票。这样 OK 哈？我的频道说明变得好可爱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天画那些小图，对不对？搞到早上六点，我操！哦，声音断断续续的，帅哦。好了，调下声音哦，大家等一下。趁他们还没好，我先到处走一下。好啊。哎喂。我留他，我先去加你好了。那有画面了吗？有了吧。啊，卤蛋呢？啊。他也太累了吧？他很困。因为他昨天那边一直刷啊。我昨天找他刷，然后他就说他现在跟那个他在破剧情。我说好吧，好吧，嗯，好吧。差点没有再疯了，都不跟我刷，难得我也你太小声，我听不见啊。老皮，今天你们还想搞个五星级通气国战吗？我觉得五星太难打了啦，进去就被刷了。我说你没有在线上模式、欸、我没有吗？对啊。你开了吗？你开的话，我们加。我在等老皮开，然后加他的、啊，因为我不会。好啊。哦。啊好。哪有什么问题？救中立怪人啊！他不用救啦，他待会就是，你就是看哪个粉丝有钱哦，就进来就是就不泼个两千万给他，真的好。是可以这样的吗？可以这样啊。吧。可以啦，你就叫他银行领个2000块带在身上有没有？你就不然开始把他撞死。不对吧？就是那种感觉啦。等一下，可是卤蛋进来我的游戏了，不是吗？还没啊。等下，而且显您的头号敌人卤蛋狗正在这场战局中，为什么是头号敌人？头号敌人为什么？哎、欸，真的，我们是同一场的，那就同一场。我觉得应该是你们互杀太多了，对不对？有可能会这样吗？一定是他妈他一直撞我啊！我对你这么好，我出门了，路上小心，拜拜。你想加入好友嘛？对不对？我观众说卤蛋感觉变老了，真的。老头一号，注意，老头一号，你昨天真的是飙太晚了啦！我看六太哪里？嗯 ，six， 哎，叫什么 ？six one 啊 ，sixteen 啊 ，sixteen。
610啊，我的 FAQ 是不是没放连结？真假的？欸、好像哎、欸，我就上传图片而已。我心弄的好，我等一下弄，晚点弄，晚点弄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能加人战局啊？哦，有，该不会我用吹佛这个角色进去吧 ？Driver。啊，有没有 PC 版的消息哦？这个讲多久了？就是说会公布就会公布啦。消息问 QK 应该知道啦，对不对？你要赶快去电玩咖里面去问他，好吧？就每天发文给站长，电玩咖站长。老婆今天换谁办头奖？换鲁文文啊，换文文。好啦，如果待会啊，就是真的，如果说哪个粉丝你觉得嫌钱太多，有没有？你就拨一点给六探啦，让他买脚踏车，完成他的心愿。真的，我想脚踏车，没有买到脚踏车，这游戏就可以卖了。要这样吗？我们脚踏车环岛好了，我们今天骑脚踏车环岛怎么样？学，我给钱。按那个 select 键，然后有个给钱啊。现在买新跑车，你有兴趣吗？现在买新跑车哦，真的假的？更新的就对了。因为我看刚才有更新啊，有人说 QK 拿来哦，没有啊，我没有看到。谁来哦 ？Steam 有新的免费 FPS 有玩过了吗？哪一款啊？名字什么？哎、欸，我干嘛？我还是要用猜字分享啊。干，我断线了 ，fuck！ 有那么容易断线？老皮第一次来就是马来西亚，看到你实况，真的假的？欢迎欢迎，请坐请坐。哦、oh, ，fuck！嗯，哦，怎么了？没有打到啊！我怎么发生什么事情了、啊？哎、欸，你这个房间不是那个啊？你这房间有很多那个陌生人哎、欸。对啊，靠，又看不见嘞、欸！我断啦 ，bitch！ 所以我现在要加你们吗？加老皮、啊，加啊老皮，里面有很多陌生人哎、欸。那还是老皮，你开一个新的，开个新的好了啦，开好我们的加过去。对啊，等我一下啊。上次不是很有骨气，不要卤蛋钱吗？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卤蛋钱，我要自己赚。OK 的啦。对，他的钱是要先去合作过关，然后再分享。你要合作？你要打合作吗？是啊，现金分享好像只能分享上一份差事啊。哦，可是抢劫的话可以分享，没有，你就身上带很多钱，然后你给他撞，给他开车撞死，然后他的钱就喷出来了。干，你是这样子给钱的吗？真的吗？可以这样子啊。Tom Clancy's Ghost Recon 哦，所以 Ghost Recon 上Steam了，是不是？有，之前老皮有跟我讲过了。可是那时候不是没办法玩吗 ？Ghost Recon Online。Ghost Recon， 你不是说上Steam了可以玩？上 Steam 哦，可是那时候我找不到啊，因为它有锁区啊。现在好像可以了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确定。真的、哦，好啦，各位观众，好啦，那个如果说他们需要钱的话，我这边有2亿1000多万啦、啊。你们真的还讲、欸、你有2亿？单机的。我单机模式有21亿，你需要的话可以跟我拿。可是现在我单机这里面，好啦，我先开了，我们开什么班会场还开好友场？好友啊，都可以，因为我不是帮会啊。好吧，看一下带好友场啊。六探神迹有要抽吗？没有。PC 可以玩吗？可以，可是还没出，还没出啦。合作的话比较好。I six one anyone here speak English? No, no one, only me. 那怎么样才可以加入帮会？你搜寻按我喇叭又怎样？怎样？谁按我喇叭？谁按我喇叭？好啦，我已经开了，我开了。等一下，还想再跑、哦。土豪出手就是不一样，股票炒很大，对啊，炒股票炒股王，好不好？有的人是有人说75级可以领18000，不知道真的。75级，不知道是什么游戏的75。那边这个游戏的75级才领28000。28000也太辛苦了，好不好？18000连车库都买不起，跟我那边开他妈玩笑、啊！我家电视这也太恐怖了吧？这是什么东西、啊？鸡蛋股抢银行，对啊，那个抢那个啊，抢那个。你开好了吗？开了我家了。开了，已经有人加进来了。我决定要扫荡那些加进来的人。
我们今天就开车去杀粉丝好了。好了，我来啊。杀他们赚钱，你要杀他们也可以赚钱啊。你多杀他们一点，他们就钱一直喷啊。喷钱喷钱。他就说你真的很没品呢、欸，你这实况主这样嚣张是不是？开始了。上次我就被呛啊，就有人呛我啊。而且我说我车库里面车都不见了、欸。怎么还有？只剩下两台，哎、欸，只剩下五台，六台，六台，六台。Do you know Kao Xiong? Every summer I go to Taiwan. That's where I live. Good, Kao Xiong, good place. Big road. 什么屁股肉 ？Big road. 讲什么屁股肉？大陆。你说去住博物馆啊？家也太大。对啊，加了50万的家嘛，50万美金多少钱、啊？35，哎、欸，其实还好哎、欸，50万美金，好便宜哦，100多万就可以买这种房子。台湾什么时候也有这种房子？我也想买，我花100多万就可以买这种房子、啊。美国房子本来就比较便宜啊，你要看地段啦、啊，地段啊，可是这种市中心圣那个什么洛圣都居然那么便宜、欸，便宜了吧？哎，可能那个那可能这个游戏没有刺激房贷的问题，也是。他们就很有钱啊，人人开跑车了啊。对啊，这游戏果然就有问题了。你上来了吗？我看这边已经被粉丝占据了。干，为什么他妈的我加了一个妈没有你的厂啊？超级我的。对，好像账号已经满了、欸。游戏满了。对啊。为什么我的电视那么怪啊？卤蛋，你也是在同一厂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没有吧？那可能就是因为满了，所以我进不去吧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又没看到他、啊。有人说50×30是1000，哦，对了啦，1500万啦、啊。是1100万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算数，因为刚睡醒嘛，算数还没那么好嘛，奇怪、欸哦。我在老皮了。可是1500万其实很便宜的，好不好？1500万有车库，还有两层、欸。是我的话，我存个几年就有了，不会想要啊。存个几年就有了，存个一二十年，这个存个几年就有了，这也是几年啊！哎、欸，有人把我们炸死，还好我在家里面插进去。我重开吗？我重开吗？好，按重开。你好的一瞬间就跟我讲，我就赶快加，要不然就被挤满了啊！他们，我觉得他们是疯狂连点，你知道吗？这些人是一直疯狂按，然后当我那个头像嘛，从 V 一变成那个 online 的时候，马上点进来了。我刚进来的话，那个人就全部满了，超恐怖的。我们真的是，对啦对啦，存几年嘛，几十年是年啊，对不对？几十年是几年嘛，几百年也是几年啊，对不对？土豪发言。台湾买房子可能要上亿了，这可能就跟那个吧，地保级的差不多吧。这可能就是地保大概要多少钱？2亿多，3亿？不知道哇、哦，我是没住过啦，我就住那么高级，我自己浑身不自在。好啦，那我再开一次哦、喔，等一下啊、喔，我好了跟好就马上加进来。噔噔噔，阿嘞阿嘞阿嘞。打不想战斗机哦，不要啦！我今天不想抢战斗机，我觉得抢战斗机都一直死，你知道吗？我原本身上有大概12万吧，然后打完战斗机，我身上的钱只剩下3万块，因为一直喷，开了吗？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还没，他还在进入战局中。哎、欸，我超级卡住了，有了。嗯，啊、哦、有，好 ，OK，OK，OK，、OK, OK, OK, 来，快哦，快哦，快加，也要洗屏啊，洗屏就变掉啦，再洗就会变啦。巴拉巴巴巴，哼哼哼，超级大，我在泡澡啊，进来了吗？我超凉，我还在 loading 线上模式。哦，谁在吃面啊？你加入的战局已有太多的玩家，不能加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
你的场开了就这么快会被加满啊？我怎么知道、啊？他们是好友是不是？他们说好友啊。靠，好友也太多了吧？好友一两百个。一两干嘛加那么多好友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们一直要我加，然后我不加，他就说你真的很没品哎、欸，为什么不想跟粉丝一起加好友？啊、好吧好吧，加，你们要加全部一起加，然后加完之后就变这样了。对啊，你看，不加又不加又说我没品啊、哦，加了你们又在那边闹。那我开好了、啊，好了，你开，我加你的，你开那个仅限好友的好了，喝杯苏格兰威士忌，苏格兰。威士忌，香安，哦，熊来了二十多个人，吓死我的毛！赞赞，你们有没有玩过那个啊？苏格兰大老二？没有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就是看谁老二大这样，是不是？你一定要在开台的时候讲这种东西吗？啊，就大老二啊，看谁二黑桃二最大，不是吗？啊，也是啦，这样讲也是没错啦。奇怪，我讲错吗？你自己会错意的。你自己在那边讲一些偶戏沙，你跟我讲会错意。对啊，刚才跟我说是黑桃二吗？黑桃二没有啦，苏格兰大老二他好像没有分啊。哦，我不太会打牌，所以知道。我自己创战。哎、欸，攀岩喽。不要在那边打什么，那是有没的啊！你打你那种歧视字眼啊，什么东西我都把它变掉。你不管是你外国人歧视还是你们，好不好？一样歧视其他人，我都一样会变哦。没错。好了，你开了吗？哎呀，我开好了啦。哎呦！还是我开。QK 我你好友吗？有啦，有吧。有人开1000-9000块要悬赏我，需要悬赏杀我哎、欸！啊，留给你开，李岩啊，很简单啊，就谁欠钱就在那边让他杀就好了。9000块入手，当然那个六探杀我我就9000块了。如果没有 QK 好友，你就加、啊，就加、啊。变身多少？我给你账号啊。其实很好记耶。吉吉哥说：“我打吉吉超强，对啊，最近应该会回去玩 Lost 吧？因为 Lost 已经可以自己开伺服器了。现在 ID 是什么 ？QK Sniper 底线 TW 有 TW 吗？有台湾账号有啊，我开啊，我开，等一下，开了吗？先等一下，线上，操，我钱太多，想要再买一间公寓。六个车位，现在可以买一个车库加一个那个嘛，对不对？我申请好友了。欸、我现在这边有位置哎、欸，我现在进来这个厂子有位置。我申请好友了，你为什么不开自己开一个那个好友厂、啊？反正现在也没有人啊，反正这个厂子也没有人。我买的 PayPal。来，老皮叫我。啊，我加你这样子。对，而且要先等他们加，他们加完之后才可以加。不然的话，当然场忙满。六探的账号是 S I X T A N X X S I X S I X T A N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好了，我先等你弄好了，我先去买衣服好了。对 ，P A D 神迹。我刚好看到简讯呢。六探也要玩 The Ship 吗？没有哎、欸，那个要人多才好玩。对啊，那要人多啊。喂，那个什么古拉啊，那些人有在玩啊。如果你们要看 The Ship 的话，可以去看他们的实况，那个沙梗啊那些。哦，我到了一个好像葡萄园的地方，在山上。你们加了吗？靠北的好友多，上限已满，再来三个，也太多人了吧？哦，每次要一起玩就会先搞掉半小时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们应该以后先加好再开台。对，先加好再开，比较没问题。神迹耶！嘿，嘿，啊，糟糕啊啊啊！哎呦，超级翻滚哥，嘿。Ninja 都加进来了吗？
我加不了。加了吗？加了吗？你可以加老皮的、啊。哦，没有。我的场可以吗？可以这样吗？没有，老皮你有进来吗？不然加我，我应该已经进。还没进啊？好啊，那我现在进。那我加卤蛋。对、啊，你加卤蛋也可以啊。啊。因为他那个在游戏中跑很慢。我已经找了。超慢的。六蛋还有在玩 Warframe 吗？没有了。可是他现在改很多，很漂亮啊，很多东西好酷哦、啊，界面也是。多多多，真的是还蛮酷的。Warframe 也是我其中一个一直都没有删掉的游戏。可是你有玩吗？没有玩。没有。耶！我这边有观众说，想请问一下 ，PAD 手抽大乔、小乔好用吗？好用啊。好用啊。Hey bro, where's your hat? 我进去了，进去了。My hat in my closet. My car. 哎呦，好车！买这么多跑车，会在游戏里面跑山吗？可以啊，我之前就跑过秋名山啊，不是秋名山，就是那个啦，它、啊、那个水库那边啊。可是上次跑一次之后，就发现真是太危险了。你们要跑吗？老皮车，你们进来了。我进来了，进来了。Go. 哦。你先汇合吧。Ninja. 让我吃吧。可以调画质吗？画质调最高了是吗？新手，我身上被设为9000元赏金了。我神器可能晚上才抽吧。你们要杀我吗？杀我可以得9000块。我是没不怎么缺钱。那给六探杀好了。我来喽，你在哪里啊？讲到钱你就忙来了，讲到钱眼睛就亮了，超亮的都不用开灯了，超多钱。我这边有观众说，陆探的声音我都认不出来。他妈的呀！哎呀呀呀 ，Mark， 画面有点卡、哦，还好吧？应该不会卡吧？你可能要按一下 F5 吧，因为我自己看我自己实况都不会卡。好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要杀吗？9000块啊！找不到你，我在山上跑步中。哦，你们离我好远哦。不会涨，不会涨。碰轰精品。我到底在哪里啊？我刚刚想说我在往路上跑，怎么跑着跑着到了一个……好，我知道在哪里啦、啊。你在那个上次军营那附近啊？真的假的、啊？这么远 哦, 哦, 哦？我看到了，超远的啦。那些观众一直要撞、欸，他们就是一直要撞我。如果这次有竞速，要记得检查点刀通过，不管方向对不，不然方向对不对都会显示错误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、欸，靠呀！我不在游泳吗？我溺水啦！我该找你啦。我用我的爱车 A 一八六开直升机去啦。嗯哼，他说你的头号敌人 QK Sniper 在战场占据上秀姑兰溪。哦，不要再撞我了，先上去好了。天哪、啊，救命哦！救命哦！我后面四台车在追我，救命哦！我要被撞。好冷的感觉哦，全身湿湿的，还在晚上这样。粉丝人真好，直接送我一台跑车，我去找你们好了。好啊，我在路边，我停在路边等来接我。在哪里、啊？快到，快到了。我已经在跑山路啊、哎，我一直撞车。放开啊 ！Are you？ 赛车太甩了啦，这不是我不会开啊。嗯，靠边，我开错边了。又太你也太远了吧。我很远吗？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、欸。好像你在山上哎、欸。老皮会买 PS4 吗？这个是我从愚人节以来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老皮，你会买 PS4 吗？可以不要再问这种问题了吗？我不是就实况 PS4 游戏，你问我有没有买 PS4？ 那你刚好平天你有没有吃大便好了啦？我或许还会讲说，应该有吧，这样子。所以你到底有没有吃大便？对啊，有啦有啦，我常吃大便，好不好？那你可以吗？你是用微波炉的还是用蒸的呢？我用蒸炸煮饭烤都有了。哎呦，那哪一种比较好吃呢？都还不错啊！啊，台湾第一个吃屎实况主，吃屎啊，实况真的，每天都满在吃屎。喜欢吃屎实况主有三。我每次实况都在吃屎啊！啊，不是捡狗吃屎，不是撞个狗吃屎吗？藏在哪里啊？正常啦。我就没有动啊，我一直在这边啊。啊，我们去找你。我发现已经很多人往里面跑。不要再撞了啊！哦，老皮高潮，老皮高潮。刚有人撞我，我想说敲他的玻璃，就是他撞我的腰。你不要死在那边就好，然后传送回来，不要跑回来那边。不会不会不会，
有观众到了。应该蛮多人都要到了。到了我坐你的车好了啦。好，我快到了。我也快到了。看到有观众撞死在路边。哦啊！靠腰啊！直接就死了，为什么？没撞死。我站在马路旁边，有个大卡车压到我的脚。看我现在哪里？等卡等球。好了 ，A 八又到了啦。只是这 A 八又可能有一点。我的枪在哪？妈的！到了，到了，在那边吗？Shit！ 你在哪里？我看到你啊！我看到你，看到你！我超落魄的、欸！哇靠！哇，超帅的啦！你哈哈！哈哈！为什么有哈哈嘞？啊，比我坐你车好了。哈哈。火车看起来怎么样？还不错。是要坐直升机？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车啊？天哪！也是买车库啦！哦 ，what the fuck？ 不是他没有免费车库吗？我记得有啊，有那种三格免费车库啊。你到时候你再把卖车库卖掉就好了。哎，门都掉了，他要打我们了。谁啊？在哪里？我靠！我上老皮车了、欸。哦，那你去买免费车库啦。你现在身上多少钱？2万5。2万哦，其实就可以直接买一个啦。到啦，现在了，到哪里？不是我那时候找都要3万块，我不够钱啊。好啦，我们抢便当店就有钱了。真的吗？不要骗我，每次粉丝把那个钱抢走啊。每次都是，去哪里呀、啊？到底进入这边是捷径，这边捷径，这边捷径。屁啦！他全部翻下来是？屁啦！你干嘛、啊？为什么都在山下？啊！下车啦！车子开不动了。要不要坐直升机？干烂了你、啊！你这样怎么？我叫直升机啊！我们搭直升机啊！你看我妈，好莱坞赛车手开了跟神一样。他那好莱坞赛车手一定有问题的。哎、欸，快点啊！来好莱坞赛车手这台啊！好莱坞赛车手在哪里啊？在这里啊！好莱坞赛车手挤成一坨。这个黑色这台。哎、欸，要开不开直升？要不要坐直升机、啊、来啊？我刚想说开车，那个天板打下来，这台啦，这台啦。我刚想说开天板可不可以打下来、啊？这里啦，这里啦，看到你了。啊、哦！你把车上那个观众拖下来，还可以这样哈、啊？啊、哦，他自己让位。哎、欸，哇、欸，对你超好哎、欸。哎、欸、，QK 安安。哎、欸，他们都哇塞！你们这群哎、欸，你们干嘛乱？你干嘛乱撞他们啦？没有，我只是去上飞机，我只是去看 QK 而已。哎、欸，好了，我们回市区吧。还有我，还有哎、欸，我要开车灯啊！我车灯也没有撞爆。Excuse me， 直升机是爆炸了吗？还好我离他们远一点，就跟你说不要去上人家的贼飞机，没品。你标个那个地图回市中心好不好？哦，好，好了，哥哥，我叫直升机过来载你。我不知道市中心在哪里，就最下面的那个很大城市，找个正中央就好了。啊，太傻了，我要拼我的第六感开回家。好了，我不要好了。六感是不是？我超会。不是我在开，我坐车好不好？他们说我乱撞，哪是？我只是副驾驶，我没有动哎、欸。那你怎么？看我可以这样子，我没有在动。你们在旁边哦、喔。你是乱撞？看到你们了、啊。你在开枪啊你哦、喔！我啊，吓死我！妈是谁的在那打？那是粉丝乐捐的超级跑车，比较恐怖。真的假的啊？真的。订狗机哦，我要订狗机。粉丝刚刚就开了这台车，然后直接给我开了。还可以这样哦、喔？不是，人真好哎、欸。不行啦，要花钱赚钱自己买啊。不要啦，我都要干。哎、欸，我直升机到了没啊？来啦！哦，订狗机，订狗机，订狗机，快快快，给 S， 给 S！ 哦，到。他棍棒痛打了我，哎呦烦哦！啊，秉持着助人为快乐之本，粉丝的东西就是我的。刚才到底谁炸我的、啊？粉丝东西就是你的东西，我的东西有可能是粉丝的东西。超级走错路哥，然后我知道，可是我想要走这边。啊！哎、欸，老皮，你的直升机来了。哎、欸，老实讲，这台车还蛮难开的。一定很难开吧？超级跑车。如果有自己的车，可以烤成自己想要的图案，对不对？可是有一些特殊的，好像要解锁等级跟那个赛车。老家啦，这些外直升机哦，靠腰。你上车了？上了吗？你上了吗？我也被拉下来了。你被拉下来了，有点麻烦。我开到住宅区了，这边超难开。哎、欸，你又爆了。
右转，真的很烦哎、欸。我好多钱哦，谁喷的、啊？那个人已经杀我。